旅行者，是旅行者吗？啊，你是海巴夏。天哪，可真是令人开心，能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这位是？是我们在稻城林时候遇见的修行学者，当时正在那什么，灵居狂语期。这样吗？是啊，我们可是老朋友了。正巧我来这边之后，没什么人愿意跟我讲话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海巴夏，你开心过头了。话说你居然已经离开稻城林了吗？不继续在森林里修行了？等等，不对，难道说你已经修行结束，进入寂静圆满期了？嗯哼，你说呢？我之前已经在意识中见过神明了。恭喜恭喜。能跟你们分享这份崇高的喜悦，可真是让人快慰啊。与神明意识相通的那一刻，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至高体验。哇，那么厉害。这样啊。哦，对了，请等一下，我可没有忘记跟你们的约定哦。当时我说，等我获得了真正的智慧，也许就能帮你们解释曾经在世界树那里看到的东西。而现在的我呢，不仅拥有了智慧，甚至还能帮助你们自行与神明的意识进行连接哦。这也能做得到吗？我闻所未闻，不过如果你想尝试，我会全力保护你的意识。等一下哦，我带了些灵芬香来，这依旧是必不可少的仪式。又是那种熏香吗？好了，现在握住我的手，我会帮你们建立意识连接的通道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曾三度遭到背叛，因而懂得世间万物不过是欺瞒的幌子。我的愤怒绝不平息。其一为神，我的创造者，我的母亲。其为力量所左右，舍弃无用的我。其二为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。其为恐惧所困缚，视我为可憎恶之物。其三为同类，我的期盼羽翼尚未丰满的鸟雀。其为受限所控制，违背于我的约定。人绝不可信，神亦令我憎恨。我舍弃所有，否定并嗤笑人间一切。
我的胸膛不会再被世俗染指，并弃掉人类低劣的情感。我空洞的部分将如诞生之刻的纯白卷轴那般，以满载神性的至高神明之心来填满。无需恐惧，疼痛只是一瞬。你们的时代就要结束。我们看到的是伞兵的过去吗？很多信息都重合上了，可是海八下口中的神明又怎么跟伞兵联系在一起的？看到了吧，感受到了吧，崇高的神明，崇高的意志，崇高的情感。唉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我的胸腔里跳动的却是一颗肮脏的人类的心。神明大人啊，可否宽恕我，可否救赎我呢？看出来了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寂静圆满期，恐怕他是……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呢？为什么那些人都在躲着我呢？我找到了神明的智慧啊，我应该被夸奖才对啊，我成为了那个在黑暗里探索又找到了光明的人呢、啊、海八下，明明应该是这样啊。等等，难道说是我已经疯了吗？等一下，周围不对劲。好像到这里就没有人追过来了。你还好吗，纳西达？不对，这种感觉是你回来了吗？啊，现在又是旅行者本人了吗？之前一直是纳西达在操控你的身体，似乎是凯瑟琳人偶被破坏之前，他将意识紧急转移到了你的身上，然后提那里听到声音赶了过来，帮忙一起击败了那些佣兵，随后我们便一路逃到了这里。啊，互换？难道说你的意识也去了纳西达的体内？那么纳西达的意识呢？他现在又到哪里去了？意识居然可以这样随意转移，若非亲眼所见，简直难以置信。
这应该还不是人类能够做到的范畴吧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逃走的路上，你体内的那个意识拜托我传话给你，博士已经找到了禁锢意识的方法，我无法与你同行了。但即便是没有月亮的夜晚，一众星光亦足以刺破虚幻与谎言。这下子纳西达真的彻底被禁锢在金山宫了呀，糟糕了，他留下的话就只有这些了吗？好像有点不明不白的。啊，我懂了，博士已经捕捉到了纳西达的意识，所以纳西达说了什么都会被他知道吧，很谨慎呢。即便是没有月亮的夜晚，一众星光亦足以刺破虚幻与谎言。我知道月亮、虚幻与谎言都源自花神淡季时候的炼金占卜。星光好像也是纳西达用过的比喻，好像是跟赛塔雷有关的。哦，这么说确实是这样，看来纳西达的意思是要让我们去沙漠寻求帮助吧。可是没有纳西达在了，我们真的没问题吗？派蒙刚刚提到了净善宫，你们口中的纳西达，也就是之前旅行者体内的意识，莫非是草神大人？你的猜测是正确的，情况有些复杂，我们现在很难和你解释。啊，没关系，学者的好奇也不是完全不讲求实意的。至于情况的复杂程度，我刚才也看在眼里了。我和你们相处过一段时间，而且看起来小草神大人也站在你们一边，所以我相信你们。谢谢你提那里。对了，我们之前就想找你问你对贤者们正在进行的工程有什么了解吗？这个嘛，我的确曾受邀去参加那项工程，但贤者们对工程的内容一直三缄其口。我只知道那项工程应该事关世界树的修复。和纳西达互换意识的时候见到了什么吗？什么依据呢？是吗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海拔下的症状与之前那些疯掉的学者有所不同，原来是接触了一个正在诞生中的新神的意识。提那里是因为海巴夏才离开稻城陵的吗？是的，我留意到了海巴夏的精神失常，但症状又比较特殊，所以我偷偷带他来到禅纳园，寻找能让他恢复的方法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海巴夏现在恐怕已经被风纪官们流放到沙漠中的阿如村了。话说回来，我原本也知道教令院一直轻视小吉祥草王，可的确没想到他们会做出创造新神这般傲慢自大的事。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果然是正确的。博士和伞兵两个愚人众的执行官都在虚迷吗？听起来前途堪忧呢。不过至少从你的描述上看，工程还没有彻底完工，应该还有阻止他们的余地。可说起来，创造新神与修复世界树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呀，感觉贤者方的目的我们至今还摸不清楚。现有的情报也整理的差不多了，还是先动身吧。提那里呢？你准备怎么做？我还是打算先留在这里，海巴夏那边的情况我还想要再努力一下。去沙漠的话，你们可以先到喀万邑，这是通往沙漠地带最便捷的路线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请再来这里找我，愿智慧追随你们。好的，也希望海巴夏能够好起来，那就再见啦。
以断罪。固若金汤。俱收并蓄。哼，现身吧，奥兹，慢言。固若金汤，以断罪之名。安如磐石。嘿，俱收并蓄。安如磐石。固若金汤。散，现身吧，奥。萌发吧，蔓延。俱收并蓄。安如磐石。
以断罪之名。固若金汤。不虚此行。慢言。因为所以如此这般。到达开完驿了，这附近好像还挺热闹的。穿过前面那堵墙就是沙漠了吗？我记得这堵墙好像叫做防沙壁，是用来隔绝外面的风沙用的。这么高大的墙，应该是大慈树王的神迹吧。别在这里发呆，过来跟上我。喂，这边。艾尔海森往那边去了，我们也快跟上他吧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
怎么回事？他到哪儿去了？可恶，怎么就跟丢了呢？刚才明明还在这里。是镀金旅团，这次又是谁的手下？原来我们被跟踪了吗？你们太大意了，那几个尾巴的跟踪手法很是拙劣，你们早该发现的。道谢就免了，我对你来我往的人情账毫无兴趣，不过是见到就顺手帮人纠错而已，算是在教林院养成的习惯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啊，艾尔海森，刚刚吓了我一跳呢。记得上次在奥摩斯港跟你分别的时候，你说要回教令院一趟。等等，你不是教令院派过来抓我们的人吧？听起来你们招惹到教令院了吗？我就知道迟早会这样。如果我想抓你们，现在你们一定已经在镀金旅团手上等着被我坐收渔利了。知道也是。给贤者的工程打杂可不是我的课题。作为学者，我是追求研究自主性的那一派。比起贤者，最近我还是对你更感兴趣一些。倒也不是，其实我依旧在追查神明灌装知识，可惜遇到了瓶颈。都说神明灌装知识是从沙漠地带流入奥摩斯港的，想要进一步探查，就不能放过源头。至于对你的兴趣，则是因为当初阿赫马尔之眼的头目在你面前使用神明灌装知识，你看到他的状态表情复杂，又思考了很久。我认为你也隐藏了某些情报，能说说看吗？艾尔海森，你也太敏锐了吧，这种细节你居然记到现在。这样吧，毕竟我是教令院的人，从立场上看对我有所保留的确是明智之举，不过至少也证明你确实知道些什么，对吗？没关系，比起直接从你这里获知答案，我更倾向于自行调查。说起来，你们也想去沙漠里？是的，跟你一样，不过暂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。那就先去阿如村吧，那边算是沙漠中最大的聚落了，情报和资源都相对多一些。如何，一起吗？多了个熟人作为旅伴总归是好事呢，我们走吧。
我来领路。繁星尽在掌握。命运倒映水中，命运的虚影，命运倒映。现身吧，散！一叶障目，这。Thank you.